圣诗第374首，圣诗第374首。听见救主出声来叫，什么人要去做工？咱拢到时，就也是说，什么人要去承担？救主真久就要救你，伊果想实在极大，啥人欢喜？随时应讲，我伫遮。切我，请你记忆力大家转向。Thank you.